呢，这张说的是露露跟她的男人们，我们今天呢就要请这几位巨星要跟大家一起合作，欢迎三位，严爵、廖刘还有蔡明佑，欢迎三位。首次独占 Showbiz Live 的舞台，找来四大男神来站台，只是怎么一开始就跟决绝互呛起来了？今天唱这首歌你要很有那个心理准备，因为爸爸妈妈也在，万一我爸妈点头你就完了。我们就自由发挥嘛。哎呦，哎呦，自由发挥，还不准哦。严爵、廖刘还有蔡明佑。男人这样搞在一起，你上一秒都还在拍，对，还在那边哭。好了，今天这个因为露露其实真的有跑，为了今天这个演唱会，有到三位的这个一些地方跟他们进行合作的，对，有吗？有啊，像本来差点要约那个亚伦家了，有没有去过？然后但因为他实在是防着我，所以他就去发了公司的家。那天还去办了那个保全，对，请保全站在门口。等一下，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请问三位怎么会愿意来啊？对呀、啊，你们好感动哦！钱蛮多的啊！钱蛮多的，有虎嘞，有虎嘞，是这样吗？不是吧？等一下，哎、欸，巨星不能重一摔哦。对，巨星不能重一摔。要提醒我，因为三位都是跟露露有一些交情，其实。有常常在校园的演唱会碰到露露主持，然后每次有她主持就会觉得很安心，不用多讲什么就会很好笑。哦，谢谢严爵，哇，好高哦，好高的评价。这怎么样呢？亚伦，你想说什么说出来没有关系。你想说什么？哎，刚刚是有点小争风吃醋这种感觉，还不错，对，他有点吃醋，他有点小吃味。干嘛吃我的醋呢？哈，哎呦，蔡明又跟露露感觉他没什么关系啊，那为什么会搭在一起啊？其实我们俩有关系。有。对，因为除了校园以外有碰过，然后之前上节目也有。好了，今天我跟你讲，我们等一下反正你们各位各自的这个友谊，我们家可以再好好细聊一下，好不好？那首先你要先跟谁先开始？我可以这样轻点，真的很爽。哇，我要翻牌子了。对啊。要让我来想想，今天皇上要翻哪一间的牌子？这到底是不是你的巨星之夜、啊？巨星巨星巨星，你有被五个男生轮着来打过吗？你可以好好的讲吗？好，找谁？我先那个跟那个我们卷卷好了，先跟卷卷卷卷卷卷可以吗？今天你要嫁给我？等一下，你刚刚是求婚？我们要表演的歌曲。阿达的花姐，这个太没感觉。严卷严卷，你知道跟他求婚会有什么结果吗？你每天要陪他吃火锅，共锅，而且不能吃两锅。今天唱这首歌，你要很有那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有什么元素呢？有红地毯之外，有幸福之门之外，爸爸妈妈也在。哦，所以你就要小心一点，万一我爸妈唱完就赶快走了、啊。万一我爸妈点头，你就完了。我们就自由发挥了。哎呦，自由发挥，还不准哦！严爵哦，我都还没跟你说我在街角遇到你。哎呦，两位，但露露你还是一样，你唱歌的时候你要忍住，说他今天你要嫁给我，你不会这么好，你要先压住。好不好？你在唱歌、哦，是巨星，现在是巨星，等下是表演，等下是表演。等下你竟然在回复歌手的感觉。好，因为我刚彩排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啊，我问能不能要 hold 住，好不好？那我们首先就先欢迎严爵跟露露演唱，欢迎，欢迎。謝謝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春暖的花香带走冬天的饥寒，微风吹来意外的爱情，鸟儿的高歌来
就在此刻突然爱上你，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幸福的生活。昨天已来不及，明天就会可惜，今天嫁给我好吗？假装没有听到，谢谢。接下来这首歌啊，那个严爵一开始跟我讲的时候，那首歌叫《青青》，青青。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严爵会特地想要选这首歌跟我合唱。这首歌本来是我跟我们公司的新人 Peace 合唱的，然后我觉得你的歌声也会蛮适合的。哦，对 ，OK， 就这样子。是个，也是一个刚好是男女合唱的歌，男女合唱。所以《青青》这首歌就是它的歌词的意思是男生跟女生其实最后是没有交叉到在一起的终点，对不对？对，其实是已经真的是对，难怪是已经分手，就是可能曾经交叉，但是已经不在一起，但是还是想要轻轻的问候彼此。哦，这首歌很适合我们两个，不如我们就来唱一下好了。但我还没有交叉过。我在校园遇到这样算交叉可以吧？好，我今天不能动粗，我认你没心。可以可以，轻轻带给大家。
讲，因为严爵其实今天身体是有点不舒服哦，对对对对对对，好像过敏，嗯，对，但是为了是对露露过敏吗？对，我们今天明星金牌，好了，这个哎，今天为什么说真的，为什么露露到底什么样的魅力让你今天就算身体有点生病，都还是愿意来？我觉得可以在演艺圈里面，交到就是他每次让我感觉都是很真心的想帮我，因为他知道我每次上台。可能不太会说话，然后他都会让我有一种安心的感觉，所以今天来到这边，我希望我可以用我的音乐也给他带来一点安全感，有然后来站台，超级有安全感的，还是说是因为都是因为街角这个节目。我刚好主持过而已，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今天要真的很谢谢严爵，然后还有相信音乐，就是因为我又不是音乐人，就我也听不出来是什么 key， 所以后来我请他们准备了很多版本的卡拉，然后就他们又很整个很配合我，然后又严爵又这样子这么帮我，就觉得哎呦真的是很感动，应该的，谢谢严爵，谢谢阿松，友谊这个感觉是蛮不错的。有没有机会？如果万一你觉得你一个算你也算专业制作人，你觉得露露未来如果出专辑的话，你觉得有机会吗？我觉得绝对可以的。所以如果发露露的 case 给你的话，你愿意接？你愿意接吗？愿意，我会很有兴趣。真的？对啊，我这样如虎添翼哦，我今天就可以骗到三个男明星了。说到骗男明星，不能只看大家，或者是你们自己在自爽自嗨嘛，对不对？总要看一下爸妈的反应。露妈，这一款的有，如果未来当你们家女婿还 OK 吗 ？OK 了，带你们走就行。是我的，不是你的。Excuse me， 不是阿达跟严爵今天同时追你女儿的话，你们突然会觉得哪一个比较喜欢？由他自己选择，我们尽量配合他。哎呦，宝宝现在也很厉害了，开明哦，很会面对媒体哦。很会讲话。好了，波一今天其实算是露露要开始加入完全娱乐，然后她当这个极有女星的第一天，所以呢，只有两位可以有一个拍照，让我们留在这墙上的，可以吗？但是拍照没那么简单，拍到拍立得，但是这动作是由抽圈来决定。要不要先喝一杯？我怕严爵会受不了，要先让自己醉才可以拍。抽一下，我抽。好。壁咚！好硬哦，壁咚！这个
这个有没有弊吗？你身为今天的主持人，你可以要求是你要壁咚他，还是他壁咚你？对，我觉得他壁咚我好了，这样子我才不会被骂。你是怕因为太多严太太，你知道吗？我就怕会他们会生气。我是抽到，我不是故意的啦哦，你们要原谅我，因为今天跟太多男明星，我会有压力。对，你今天完全都把废的心态。真的，今天才真的是 all you can eat。OK，、yeah. 找一个墙壁给他，好，那就。还是我这样躺在地上，这样这样。薛士林，薛士林，薛士林，我这样。女明星，拍，我这样让你闭，好，来，我来帮你们拍。我不急，我帮你屁股，对不起。掐到一下，我好痛哦！我碰不小心，没有，我要抓住一个实力点。没有戳到你前面的东西吧？没有。别问。好，我怕等会夹到后面。我们一半是退化，你知道吗？要台词，拍照而已。啊哈，台词，你讲一个让他开心的话。猴年吉祥。谁壁咚的时候，壁咚讲猴年吉祥？壁咚哪会讲猴年吉祥啊？搞不假的，今天搞不假的。我觉得蛮好吧，一辈子的朋友，一辈子的朋友会讲这种话。他也没有多想，他要跟你撇清关系，完全。你就跟我祝我猴年行大运就好了啦。他都多正哎，来哦。一，手在发抖。二，好，一二三，好的。你没有讲。啊，你要讲，你还是给他动态的，有动态。严俊，你找我什么事？祝你找到猴的情人。什么？你已经找到猴的情人？猴的情人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人类还没有进化完全的。猴啦，很猴啦，这个猴的情人啦，猴的情人，猴回啦，猴猴死啦。严局好像也有点被你们抖丢了，因为开始讲一些微博的笑话，连拜年你都想得出来。不过这刚刚严局收集完成之后呢，接下来要面对你的下一位男星。真的吗？对，严局这一趴就结束了。你还想要什么？你想你自己加吧，可以。最后送走严局之前，你可以这样。对啊，抱一下之外，严局我觉得讲真的，你讲一些祝福的话给我们家露露，因为他其实我觉得他一路走来其实是很努力的，对不对？那你有什么想祝福的话，或是未来希望他变成什么样的人，跟他说一下。就我觉得露露你就像现在这样子，已经很棒了。然后呢，让我感到很真诚。然后呢，希望你就是一直很顺利。然后因为我相信你这样个性的人，一定会有很多好的事情发生。谢谢。所以接下来严爵要带来一首好的事情，你主持病上身是不是？你的主持 SOP 出现是不是？没有。好，所以接下来露露要继续跟下一位继续点餐啦，究竟谁呢？我们拭目以待。今天男生们全部上台好吗？欢迎严爵，欢迎严爵。你们还在，我好感动哦。是，我们居然没有走掉，我们还在。因为这场录影我们莫名的 delay 大概三个多小时，超久。对，我等到都充血了，你怎么还在？充血，而且充血。不过说的，几个跟你讲一下，真的最后跟露露合作，对，还有这个给他一些祝福的话，好不好？李亚伦，好，其实今天来就是真的是除了跟他好好唱一首歌之外，其他都是来玩的。因为我发现在这个合作过程中，露露是一个非常容易紧张的人啊，是他想很多，他说万一怎么出状况怎么办？那跟我其实以前蛮像的，我现在就是随便的，就是要 enjoy。然后每次刚刚上台的时候跟他说要呼吸，因为我们最常忘记的就是呼吸这件事情，对。真的，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上台，就是我刚上台之前都跟他们三个，就是哇，我要上去了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是都会眼神就是告诉我说加油，你可以的什么的，就是说快一点，我们好想回家。电影票买好了，真的。然后因为我其实我也觉得很感谢，就完全乐可以就是这样子，砸了这么重金，然后邀请大家来。没有，我们就是用上一次的舞台再重搭一次。因为对，然后主要也是因为真的很谢谢两位，而且你们两个居然等那么久，然后。谢谢，就是很谢谢你们 ，OK 了，然后也很谢谢就是四零，没有啦，我觉得今天呢，因为今天其实他们三位都讲一些对露露的祝福，你自己有没有什么话跟他们三个讲？就是非常谢谢你们，好，不要哭。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恐怖，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本来就不会唱歌。你是真的要哭吗？我为了这个，真的，我这是，其实我们分不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你是说，他眼泪出来了啦。
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我真的很容易紧张，然后所以我上台很容易。你看，所以不能怪我们上次出外景的时候以为他在假哭嘛，对不对？我们都不知道他真的在哭，因为你笑跟哭居然很像哎。因为像是卫生纸、哦、来，好像是主持啊，可能是自己比较常做的事情，然后可是唱歌说真的是在挑战自己，对，然后因为我真的很紧张，然后所以我今天晚上都去找老师练习，然后可是我又很怕就是砸招牌，信心也缺，然后可是我又觉得，我都没有怕砸了我老师的招牌，没关系，对，不要那么夸张，你是文图，干嘛攻击人家？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你们都愿意来，然后就是那个粉丝也很谢谢你们，就是愿意这样子等我这样，然后是因为等我，对啊。他没有，他没有那个，对啊。等一下，那个免死金牌来宾也应该也要算在里面啊，对不对？他来不及。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很谢谢，就是大家，就是包括就是像他们各自的经纪公司，然后还有那个他们敲在一起不容易，对，把他们敲在一起不容易。没有，因为重点是露露，其实他人缘很好，然后其实，在圈内的评价什么的都非常的好，然后大家也都很喜欢他，所以只要听到他的邀约，其实大家基本上是会想要来的。其实我们还因为要200多个没有来，还有很多个没有来。开玩笑，露露其实这个，因为露露你自己的努力呢，我让大家看见，所以大家当然愿意为了你完成你的梦想，对不对？还有你自己的，比如说你的这个集资计划，然后准备出唱片，对。各位哥哥要到时候可以帮忙这样。就集资这一块吗？算了，所以先不要讲到钱上谈钱，让他宣传也好了，对不对？对啊。因为真的很就是也很就是很感恩，我觉得一直到可以入主啊，因为我觉得都是非常的感谢，真的没有就把一些人干掉就可以了，因为他还在啊。不走，忍住，我这个老不休的，你的桥段也真是够老了，是要跟我组一团的，真的。严爵，最后有没有一些什么话想要对露露祝福啊，或者是可以聊一下这个合作的感觉等等的都可以，就是要继续带给大家快乐哦。好的。怎么感觉是写在笔记本上面？百事可乐毕业典礼的时候不忘我，步步高升。我你有发现一件事吗？学珠老师在哭，真的，学珠还在考。没有，我告诉你，他很容易被人家哭所感染。上次我们在后台，然后大哥妈妈在那边不知道在哭什么，然后我妈说：“你在哭什么？”我没考。妈妈是真的心疼，妈妈心疼你，因为她其实露露今天真的付出很多了，她真的很努力了，没睡觉，然后其实她是最近在过，我们在录这过年存档，最近大家几乎都是每天都在录影，所以其实还要在这个时间还要做这么大一件事情，真的辛苦，对不对？然后也很谢谢后面的那个乐手老师，非常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辛苦了。乐手老师也是因为听到炎亚纶名字才来的，开玩笑。对，一直在弄哭他。今天要这个好好的这个祝福露露，真的正式入主我们完全娱乐，所以我们有个加冕仪式。好哟，祝福露露成为我们这个真正的极优女星，好不好？来，要加冕哦！哇，谢谢豆哥。这个呢，哇，西华洛世奇正式入主完娱乐，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希望那边收集钱可以忙一点。你死了，难受了。加冕完你就可以恢复原状。我们在一起努力，好，我们就一起努力。然后，因为我觉得完全认真是一个非常优质的那个娱乐节目。然后，我觉得工作人员他们跑新闻都跑得很勤，就包括每个人的演唱会啊或什么的。然后幕前幕后，工作人员每个都黑眼圈。对，然后大家都很辛苦。然后不管是大大小小演唱会，就甚至连我的演唱会他们都来拍，对，有多辛苦。而且，完全娱乐这个节目哦，真的是现在我觉得圈内少见，完全不讲艺人的八卦哦，对，黑暗面啊，对不对？就是希望这是娱乐的新闻，娱乐精神带给大家。对，好，今天非常谢谢几位，真的谢谢三位，今天来辛苦了，谢谢，谢谢露露，谢谢，谢谢。